Hello， 大家新年好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啊，我是王源，我是易烊千玺。新的一年，希望大家都能够轻松无忧的度过。解忧杂货店的小波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拥有更多的青春正能量，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新年梦想。希望在2018年，大家都能有勇敢的追梦的力量，在未来创造更多的惊喜。